天高海阔，张修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我们知道，二零二四的美国总统大选越来越近了，那么有一个话题呢，也一定会越来越热。这个话题呢，跟大选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在美国的种族歧视。 川普当年二零一六年出来选总统的时候，左派媒体和民主党就想攻击川普是一个种族歧视的总统。川普当了总统之后呢，他们又说，因为川普当了总统，导致美国变成了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所谓的弗洛伊德案件最后引致了社会暴力活动，就是这么来的。那么现在离二零二四总统大选越来越近了，所以呢，种族歧视这个话题又来了。之前我们讲过，在洛杉矶发生了一个呃，来自 DC 华盛顿的一个老师被警察用电击枪电。 练了几分钟，然后不自身亡。 这个事情呢，似乎不了了之了，现在也没有什么抗议活动了。那后来就发生了，我们知道在田纳西州呃孟菲斯市所发生的五个黑人警察打死了黑人嫌疑犯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明显看到孟菲斯市有一股力量总要把这个事情呢跟白人联系在一起，所以孟菲斯警察局开除了第六位涉案的警察，这个警察终于是白人了。于是很多左派媒体都报道说，这个白人其实在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 但是他们说不出这个白人警察到底扮演了什么重要的角色，因为孟菲斯市的警察局为什么开除第六个警察，就是这个白人警察，到底因为什么？ 本身警察局也没有交代清楚，后来又开除了两个消防员，说这两个消防员到达现场去这个抢救死者的时候呢，态度并不积极。我们看到，一旦发生这些事情啊，总是有人一定要把他跟白人联系在一起。如果能够跟白人联系在一起，而导致了非洲裔死亡呢，这就证明了美国是个种族歧视的国家，这就可以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呢，又可以在社会上来进行一些暴力活动，为民主党的选举来。 增加一些好处，在这个孟菲斯市黑人警察打死黑人嫌犯这个事情还在继续这个发酵的时候啊。 在南加州洛杉矶县下面一个城市又发生了一起非洲裔嫌犯被打死的事情。我们看媒体怎么报道。媒体报道说啊，在这个洛杉矶县的杭廷顿公园市，这个城市非常小。我查了一下，甚至连他的一些具体的详细信息都查不到。我只知道这个城市现在大概只有五万多居民，所以在南加州的这个城市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那么，杭廷顿市的警察局呢，在二十六号就接到了报警，说有。 人在街头刺伤了人，所以两位警察赶快赶到了这个事发地点。到了事发地点之后呢，他们看见一个没有双腿的非洲裔的这个残障男士，他以轮椅代步。但是这个坐轮椅的非洲裔的那个男士啊，手上拿了一把刀，这把刀多长呢？十二寸，就是一英尺长。 我们知道，在加州，在洛杉矶，对于什么样的刀具可以带到这个公众场合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的。如果你带一把十二寸的长刀到公众场合的话呢，这本身就违反了呃相关的法律。但是警察到达现场之后啊，发现现场有一位伤者。那么这位伤者被送到医院之后呢，证明他是被这个残障的非洲裔男士所刺伤的。这位残障的非洲裔男士叫小安东尼·洛伊。那么洛伊在坐着轮椅的情况下，如何把？ 一个路人给刺伤呢，目前警察局没有更多的信息。反正警察到场后呢，就看到这个洛伊手上拿着一把十二寸长的长刀。 他看见警察之后呢，他跳下轮椅逃跑。警察还特别描述这个洛伊逃跑的时候是手脚并用。那么当警察去追捕他的时候呢，他回头向警察挥刀，那么并且呢多次把刀高举过头顶。呃，这个动作或许被理解为他要砍警察，而警察的理解为他准备向警察扔出这把飞刀。 我不知道这位洛伊就是这位残疾的非洲裔男士，他的飞刀技术怎么样？反正呢，警察觉得非常恐怖，于是警察用电击枪试图制服他。现在美国警察这个电击枪啊，之前刚刚警察配备的时候，很多媒体都报道说这个电击枪非常厉害，如果一旦被他电到的话呢，人根本就会失去反抗能力。但是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场合下，这些非洲裔嫌犯一旦遇到电击枪呢，似乎电击枪对他们作用并不大。之前我们讲过了，来自 华盛顿 DC 的那位所谓的中学老师，他被警察制服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处在一个十分亢奋的状态，应该是刚刚吸食了毒品，所以在这种亢奋之下呢，警察用电击枪试图制服他，一点用都没有。那么这次，亨廷顿公园市的警察呢，同样也向这位残障的非洲裔男士小安东尼洛伊使用了电击枪。 没有办法制服他，于是呢，警察朝他开枪，开了多少枪呢？我看了一些媒体的报道，有些媒体报道说八枪，有些媒体报道说十枪，反正最终呢，这个小安东尼洛伊就被击毙了。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小安东尼洛伊的家属又到这个警察局去示威，抗议警察过度使用暴力导致了这个洛伊的死亡。这个小安东尼洛伊的母亲在示威当中说啊，他说警察谋杀了他没有腿的儿子，警察要为此需要做点什么。

看到这位洛伊的母亲这番话，我想问的是，那位在路上被他儿子刺伤了肺部的人，洛伊的家庭要为这位伤者做一点什么吗？这个小安东尼洛伊在路上为什么会刺伤这个人？这个人被送到医院之后，警察说他肺部受伤，那么有没有生命危险呢？很明显，如果被这么长的刀刺中肺部的话，他一定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救治的过程怎么样？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媒体没有报道，警察也没有公开。那么洛伊的家人。 要为那位伤者做点什么吗？在这个媒体报道当中啊，大家十分关注的是洛伊为什么失去了双腿。根据洛伊的家人说啊，洛伊是在去年在德州和警察发生冲突中呢失去了双腿，但是家人拒绝告诉媒体说因为什么，并且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洛伊失去了双腿。 我们从这个报道来看，就是去年这个洛伊在德州就跟警察发生过冲突，从而导致他失去了双腿。如果是当时洛伊是被警察冤枉，是在警察没有任何理据的情况下让洛伊失去双腿，我想这个案件早就已经吵得沸沸扬扬了。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这种场景：这个洛伊是个非常守法的公民，他走在路上呢，突然碰到了白人警察，良好市民洛伊在没有任何违法的情况下被警察打。 断了双腿或者砍断了双腿，真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吗？当然没有。如果有的话，这早就成了美国大新闻了。所以说，洛伊应该是在德州曾经有一些违法的事情，在跟警方冲突当中失去了双腿，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搬到了洛杉矶县。那么现在呢，又出了这个事情，被警察击毙了。 洛伊的姐姐说啊，她说警方有最大的疑点，就是究竟什么原因令到警方觉得一个双腿残疾的人持刀是如此危险，非开枪打死他不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回答，就是在洛杉矶，伤残人士没有在公众场合携带长刀的豁免权，并且这把刀长达十二寸。第二点呢，就是伤残人士也没有刺伤别人的权利，他如果刺伤了任何人，他触犯了美国的法律，并且是严重违法。 第三，伤残人士也没有袭警的权利啊！为什么这个洛伊的家属不去提被他刺伤的人，不去提他去袭击警察，只是问警察为什么会开枪打死洛伊呢？反正这个事情在美国又是一起新的被指控为种族歧视的事件。那么好了，大选之前这个种族歧视的事件不断的发生，接下来它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我们继续讲新闻。上一节我们说，洛杉矶又又又又又发生了。 警察击毙了黑人嫌犯的事情，这次黑人嫌犯是个残障人士，他失去了双腿，但是他在街上拿十二寸的长刀刺伤了一个路人，然后在警察到达之后呢，他试图袭警，所以被警察击毙了。但是他的家属认为这不可理解，警察为什么会朝他开枪呢？不可理解的原因当然就归咎到美国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并且是一个有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国家。 我们说，每当美国到了政治关头、到了选举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所谓种族歧视的案件发生，包括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发生的黑人警察打死黑人嫌犯的事情，终于。 孟菲斯是,是找出了第六个白人警察，但是问题是，这第六个白人警察到底在非洲裔嫌犯致死这个问题上，他要负什么责任呢？警察局说无可奉告。反正呢，我们总要在这种事情当中找一个白人出来，这样才能显得美国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怪现象，特别是在川普执政过程当中，一直有媒体不断的报道说，美国在川普的领导下变成了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但是这些媒体没有告诉我们，第一个非洲裔。 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非洲裔人士的地位有什么改变呢？无论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还是学术地位，有什么样的提升呢？其实我们看到相关的数据啊，奥巴马执政期间，非洲裔美国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学术地位不但没有提高，在奥巴马执政期间。 警察击毙非洲裔嫌犯的数字啊，却高于其他总统任职期间，这就说明选出一个非洲裔的美国总统，不代表非洲裔的美国人的地位就会有什么变化。因为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并不是美国法律所造成的，它恰恰是民主党的一些极左政策所造成的。但是这一点都不影响民主党一向把这个种族歧视当成他们的政治武器，在选举当中获利。 除了在这个警察执法过程当中导致非洲裔嫌犯死亡会被描述成种族歧视之外啊，一些左派的媒体或者一些学术团体，他们的所谓的研究的报告也同样得出这样的结论。比如说，密西根大学最近做了一项调查研究，我们特别要说的是，密西根大学做的这个调查研究的两位学者啊，都是华裔。他们这个调查题目是什么呢？他们这个调查题目是因为反华情绪的增加导致消费者对亚裔小商。 家的歧视及反感越来越高，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亚洲餐厅的客流量比同区非亚洲餐厅平均低了百分之十八点四。那么，所以呢，这个研究报告总结出来就是，自从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全美国的亚洲餐厅在二零二零年的损失高达七十四点二亿收入。那么，为什么会在疫情期间导致亚洲餐厅受损呢？这是因为川普的责任。 这个研究报告里边说啊，他说前总统川普在疫情期间发表了什么中国流感啊、功夫流感这些言论，所以呢，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川普支持率超过百分之七十五的地区，当地的顾客都回避到亚洲餐厅去消费，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那如果川普支持率比较低的地方呢，这个数字就是不到百分之十。这两位作者是密西根大学罗斯商业学院的两位亚裔教授，一个叫贾斯汀黄，一个叫康尼汉姆里。 他们两个这份研究报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川普的领导下，美国变成了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于是呢，亚洲餐厅在这个背景下就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光是这个2020年呢、啊，损失就高达74.2亿美元。总之一句话，结论就是川普是个种族歧视的总统。但是我们看他的研究报告里边呢、啊，他有这样的结论：他说，在我们的研究当中，我们看到这种反亚裔的情绪啊，一般来说并没有特别针对亚裔当中某一。 一个特定主意。 因为消费者并没有仅回避中餐厅，而是回避到所有的亚洲餐厅。如果是这个结论跟我们之前讲他们所做出结论相比，这是不是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呢？因为之前他们说川普说了中国流感、功夫流感，所以导致亚洲餐厅受损。但是在后边的调查这个分析当中呢，他们又说其实美国的主流客户对这个亚洲餐厅的这个歧视不分具体的哪一个族群，就是不单止不去中餐厅。 连其他亚裔餐厅也不去，那么这跟川普说的中国流感、功夫流感是不是有密切的关系呢？如果川普所说的只是针对中国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些消费者不去其他的亚裔餐厅呢？我们说亚裔餐厅啊，有很多种，比如说有这个菲律宾人开的餐厅，有印度人开的餐厅。无论在这个菜式上，还是在这个呃老板的面孔上，其实跟中餐厅是有明显的区别的。那么到底这些所谓不到餐厅去消费的人是歧视中国人，还是歧视亚裔？ 呢？这份报告当中很明显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这份报告大家怎么看呢？大家觉得他所说的理据是真实的吗？因为在川普支持度达到百分之七十五的地方有，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是不去雅裔餐厅的。但是呢，如果川普支持度比较低的地方呢，只有百分之十的人不去雅裔餐厅。那我们要问的是，在新冠肺炎发生之前，这个数据是什么？因为你要对比说川普当总统之后雅裔餐厅受到歧视，你必须拿出一个数据，在奥巴马当总统。 我说候，雅逸餐厅到底的经营是个什么样状况？ 白人或者其他族裔的人会接受亚裔餐厅吗？有了这个数据的对比啊，奥巴马跟川普时代的数据对比，你才能得出一个结论。很明显，这两位学者没有拿出奥巴马年代那个数据，所以说，其实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很清楚，一般这个中餐馆呢、啊，在里边消费的绝大部分都是华人，而其他族裔的餐馆呢，根据我的印象，比如说韩国人开的烤肉店，那么除了亚裔的客户之外，其他族裔的客户比例稍微高一点，这并不代表是一种种族歧视，他。 只不过是种文化消费习惯而已。中国人更加愿意选择中餐厅来消费，这本身就是我们对中国餐饮文化的一种眷恋。而这个欧洲裔或者西班牙裔或者非洲裔的人一般不会到中餐馆去消费，这是在疫情之前，在川普当总统之前，本身就是一个在美国常见的消费现象。当疫情出现之后，所有的餐厅，无论是中餐厅，还是西班牙裔的餐厅，还是韩国裔的餐厅，还是其他主流餐厅，这生意都受到。 影响，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么，这两位华裔学者为什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他们其实最想说的还是，川普是一个种族歧视的总统，共和党是一个种族歧视的政党。这种所谓的调查报告，无非就是给美国的选民产生一个心理暗示，在选举的时候，特别是华裔和亚裔，你们还是要把票投给民主党，这样才符合亚裔的利益。真是这样吗？ 我们看看在美国大学招生当中的一些制度，我们看看在南加州发生的一些针对中餐馆的一些行政政策，我们自己可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九零九二九三九八二零，九零九二九三九八二零。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